到大小恩世界。早上好，我是瑞安。早上好，我们今天要做我们的早餐，我们吃面包。拿刀要小心哦。切，切不切？别开了。你要大个也行，小个也行。面包，面包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拿鸡蛋，打鸡蛋喽，闹闹哇！然后呢，搅拌，搅拌，再打鸡蛋，再打鸡蛋，然后打到碎碎，出泡泡，它快出来喽。打好了，然后就要开火，开火记得小心哦。吓死我！这个，放下去。奶油的放下去，要用一份油。等一下，萌萌啊，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拿面包砖，粘，这个油好。面包加下去，下去哦！哇，香哎！你还真得糊涂呢。面包，然后要转转，这样也要放进去。快，再拿！哦哦，鸡蛋都要完了。拿完两个就不再放了，要拿这个来哦。面包，哦，假嘛，这个是洗的手。要放，拿面包。软蛋，它忘翻了，好香。哦，面包，完整的面包。先放喽，再给它煮一下，再擦点，等等，等了你再放。
这土豆怎么样啊？如果你要吃豆馅里面的，这土豆金黄色。土豆金黄色。这个我要烧掉一点。是。你可真别呀。这个我要把它烧掉。啊，那个粘住。哇哇，烧焦喽！比下面煮的下，等下还有面包，然后还有碗，碗，给我碗，碗在这儿，拿上碗。拿不上，拿上了，呵呵，煮熟了吗？煮熟了，煮熟了，好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订阅和分享哦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哇，好香啊！现在轮到我做了。打鸡蛋，打打打打打鸡蛋。哎呦，破掉了。搅拌。谢谢姐，吃面包。好吃，吃大大，三角形。我的面包很好吃。洗好了，嗯，然后更加小可爱一点。然后现在要开始做东西啦，拿鸡蛋，巧克力，然后要开火了。面包放下去，啊，烧掉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快点快点，放下去，我现在也要放下去，放下去，面包黄，粘喽，不够，放下去，放下去。面包，加面包啊！加了我要放下去，放下去锅，放下去。快点！放下去。那最后一个面包喽。
绑一个手链直接再倒下去哦。这上面是什么？长大啦，有一点点烧焦了。让我来吃这个。这个还有这个，这个嘛，这个要烧被电了。吃这个吧。对，再加这一个。我刚才看到那个烧焦了，烧焦了。哎呀，烧焦了，咋办呢？这个咋不能发电？两个。我终于有烧焦的吃喽！等饭，烧焦的饭，等饭，菜点点就来了。我们刚才煮好了，但现在我们吃的是叫很好吃。你看，我家都没多少。那你们喜欢的话，你们也能煮，煮来给你们的孩子吃哦。终于，好吃，真的，要不要？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记得煮来给你们的朋友吃哦。拜拜。